各位同学晚安，我是长庚，今天是10月12号晚上8点多，欢迎来到听说做完380个实力就能成为打内扣大内高手。今天的主题是第27天，讲物件导向程式设计中的这个类型转换。类型转换呢是书本上4.7这个小节哦，总共有实力105到111哦，总共有7个实力哦。那我们今天从实力105开始哦。强制转换，先看书本上的导言。那个强制转换呢，一般用在像非相容类型的转换情形啊，因为转换会导致资料的损坏，例如将 double 类型的数值转换为 int 类型的数值。由于 int 呢只能容纳整数值哦，这使得 double 数值的小数部分遗失哦，因为 double 是浮点数嘛，它后面是可以零点多多多，后面有个位小数点位数哦。那你把 double 类型转换成 int 的话，那你就转换成会损坏，资料会损坏，因为它只能容量整数值嘛，那资料就会缺少。强制转型的方法呢，是要在转换物件的前使用小括号，并在小括号中指定目标类型，例如 int，然后这里 x 等于这个 int f。那我们先建立一个专案啊。OK，那书本上呢，它这里是写说这样举例哦，int x 等于这个，那这里 f 是什么？它没有讲，反正这种括号表示呢，就是强制转型哦。这样子。透过 int 方式把1.2.3这个数值哦转换成 int，那它是 double 嘛，所以说后面就没有小数点哦，会有资料的这个叫做强制转换中会有造成资料的损坏哦。啊，这种括号的方式，然后讲它要什么型别变成指定转型成 int 的意思哦。那我们这边照书本上打一个范例哦。它这边是。double l 等于5.10985d 就是 double 意思哦，然后 int 在 b 等于这个，还要把这个 a 转型成 b 哦，转型成 int 哦，然后再显示里面的值哦，我们看一下啊，里面的值是呢。b 减-55，55。再来呢，我们这个可以直接执行这个程式哦，就可以看到它被强制转换成5哦，a 的小数部分被舍弃哦，变为5哦。OK，5.10985，它就转换成这个 int，就是 b 哦，反正5哦，后面这个小数点都被舍弃掉了。再来呢，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哦，他的例子呢是 c 跟 d 哦，然后一样是印出来哦，就直接复制吧。他这个是 c。然后下面这个值哦，它改成 d。那 c 的数值呢？我们看一下，这里重复了，我们把它改一下名字。那 d 的数值，c 跟着 c 的数值呢？它是12.8155d 哦。
那一样，我们再把城市执行一次看看啊。OK，12.8155呢？它后面的值哦，转换成整数的话，转换成 int 的话，它后面的值就被省略掉了。那更正，被消去掉了，因为 int 是整数值嘛，那8155就是没办法表示了，没办法储存了，所以它就省略掉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一题就做完啦。我们看一下书本上有注意事项啊，并非所有类型之间呢都能进行强制转换。例如，不存在继承关系的类别之间呢就不能转换。列举与委派之间呢也不能进行转换哦。所以说，他这边讲的是继承关系啦，不过。如果你要写这种运算子的话，那个你要自己写，你要自己写一个转换子哦。我找一下，我去年有写的文章哦。稍等我一下下，暂停一下。OK，经过几秒钟之后呢，我已经找到这篇文章了，这是我去年写这个铁人三文章。那这边的话，我就是定义这个类别跟定一个设式哦，设式的表示哦，跟华式哦。这两个摄氏跟华氏两个类别哦，那我希望我的摄氏温度可以转换成华氏温度哦。那怎么转呢？我写个方法，写个方法让 C 哦，C 在后面接它的函数哦，就转移成华氏哦。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像这样子哦，强制转型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实做这个转型运算子哦，转型运算子。那实做方式呢，就是建立一个静态方法啦。那总归来说。我们看一下哦，OK，就是这样子哦，就是这样子哦。更正，这是建构函数哦。我看一下在哪里呢？OK，Operator 一个转型运算者就在这里哦。那这个方法呢，就是它会知道我们后面接的是设式嘛，设式值哦。那我们会强制转换成华氏的话，就是可以这样转换了。那你写完这样子的话，你要使用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这样子哦。你这个设式 C 呢，就可以像这样子转换成华氏了，就加了这个括号，指定成转换成华氏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它就知道是呼叫我们的转型运算子哦，它就执行这个函数哦，把这个设式 C 传进来哦。那一样呢，把这个连接就附在这边哦。这个名字叫做实作转型运算子哦。好，我们回来一下这边，这样子的话，实例105我们这样讲完了哦。那接下来讲实例106，将 int 数值自动转型为 double 数值。先看书本上的导言哦，double 类型的数值呢，包含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分。int 类型的数值仅包含整数部分。当 int 类型的数值设定值给 double 类型的整数时呢，是不需要强制转换的，直接进行设定值就可以。因为 int 呢到 double 之间存在自动转型，转型不之后呢不会造成资料遗失哦。比方说你的整数13哦，转换成 double 的话会变成13.0哦，但是数值呢一样是13哦，并不会舍弃任何的资料。那一样，我们先照书本上先建立一个专案哦，106。建立哦，它前面呢，它宣告了 x 跟 y 跟 z 三个整数，然后三个整数呢。他想把它转换成那个，转换成 double，那直接转型的话，就是直接等于就可以了。int x 呢，它设定的是28，然后后面还有接哦，这个 y 呢，设定 y 哦，等于66，z 呢等于312。它这里宣告了 s、y、z 三个变数，那其实这种写法就是这样子啦。
他是这样子啊，只是他把它写在同一行哦。那你这边就可以等于哦，double d o u b u b l e double 这个，它这边取的是 e f g 哦，e 呢就要转型哦，就等于这个 x 哦，等于 x 哦，然后呢 f 呢就等于 y，然后 g 呢就等于力。它这样子呢，x 呢就会被自动转换成 double int 的 x 哦，它会自动转换成 double。OK，那这个意思呢，其实这种写法就是这样子啊，跟这个一样啊，double j 等于 l，那跟你这样写 double 很像啦，等一下。很像哦，但它其实可以自动转型哦，所以是多余的，多余的写法。这边的话，这个档案内会帮我判断说这个型别能不能自动转型，能自动转型的话，就会把 i 转换成这个数值的 i 哦，int 的 i 型别转换成 double 的 j 哦。那你加上去的话是明确的宣告啦，但是档案内就会跟我们说它可以自动转型哦，所以说你就不用写这个行，写这个上去。再来程式呢，就会这个 console run 一下，显示这个数值出来看一下。它这个指定说要量0.000嘛。这个指定它的表示方法啊，那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表示哦，看一下哦，哦，这里少了大括号了，就是 C sharp 它这种表示方式，或是自创这边很多很多的表示方式哦，或这种呈现方式哦，那通常是你要看文件才知道怎么做啦，那。也不用特别背啦。当你遇到这种需求的时候，你就会上网查，上网查要怎么做，就很容易查到这种相关的范例哦。这个 x，再来是 y 力哦，接下来是 e f g，OK，好，我们再执行一次程式看看。可以看到28会转换成这个 double，还有28.000哦，因为我们这个是 double 嘛，所以一定会有点零哦。你没写的话，它应该就只有点零了，少了这两位哦。我们试试看没写的意思哦，没写这个行的意思。再执行一次哦。OK。看来它是把这个零都自动省略了，就是你 string in 的时候，后面是没有零的话，它应该都自动省略掉零哦。所以说它书本上才跟你讲说，一定要把它表示成用三个零，后面是三个位数，三个位数来做表示。这样的话，实例1066就讲完了哦。我们看一下下一题哦，实例107，输出整数的二进位表示形式哦。Convert 类别呢，公开了一组可以将整数值转换为字串的方法，例如 toString 啊，或是什么的，可以把，比如说 toString 这个方法呢，它可以接收各式各样的参数，比方说是 byte 啊，或是 value 啊，或是 int 啊，或是 long 啊，或 short 啊。那你从上面的方法来看呢，它资源类型有很多种哦。那所有的方法呢，都有个 toBase 参数，该参数呢为一个 int 类型的值。作用是指定整数值转为字串后所呈现的进位方式哦，所以 toBase 参数的整值呢不可以实定指定，更正，toBase 参数的值呢是不可以随意指定的哦，有效值为2、8、10、16，分别对应为2进位、8进位、10进位、16进位。OK，所以说 convert 类别啊，档案里面有这个 convert 类别呢，它提供了 toString 的方法。
那你可以把数值转换成字串啊，那你可以指定要把它转换成二进位表示呢，还是16进位或者10进位，那都可以指定哦。一样，我们先建立一个专案啊，将输出的整数的二进位，更正，输出整数的二进位表示形式，我们右键加入行政专案。建立，我们看一下书本上，它这边，OK，它直接就先告几个性别，先告几个性别，我们这边直接打，byte v1 等于155，然后 int v2 呢等于这个。916652，再来它是 long 的 v3 等于102，更正，12003651172，再来就是 short v4，short short。5185，啊，按错了，等一下，按太快了，显示了 Ctrl F5，就现在是没有东西哦，就只有个 Hello World，按太快了，我们要把这个值哦显示出来哦，使用 Convert to String 把它做转型啊，那这里打成这样的。tree 呢叫做 C1 呢，就是用 convert to string 我 call 这个方法啊，那我要把这个 v1 的值呢指定啊转换成这个二进位表示，才能打二进位表示，那后面呢就会一样啊，再来就是这个 C2 呢，我要把这个 v2 呢改成。这里也是二进位表示哦，好，我们就是这样子啊。再来就是这个这样子啊，Ctrl D，OK。3哦，4这样子，好。那这边就会转型哦，就会转换成字串了。我们的 v1 呢，就会被 convert to string 转换成这个二进位表示的字串哦。然后呢，我们的 console right now 把它印出来，一样前字号哦，打这个前字号好烦哦。我们把昨天的那个刚刚的那题复制一下哦。OK，然后这里就是这个 B1 哦，然后这里是 C1，然后呢它是要用这个负80哦，它这里是负80位，OK。这样子，Ctrl D，OK，OK，2、3、4，好啦，执行一次哦。OK，至少这个数字哦，用二进位表示哦，有那么长哦，有这么长哦，都不知道几位数了。然后这5185二进位表示，至少应该有11位数吧？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哦，12位数啊，12位数，对啦，
二的十次方是10024嘛，然后11是2048，12的话就是4096，4096你再上去加到这边应该是代表的是那个4096跟5185之间的差距哦。那这边呢就是讲，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 convert 的类表，convert 类表把它做转换成 string 啊。那 convert 类别也有很多种哦，所以说上一题讲这个这种强制转型啊之类的，那其实用 convert 也可以来做嘛，像是说我把这个。Convert to double 这样 to double，那里面呢就可以把，比如说我把这个 long v3 啊，转换成 double，那这样呢就会把这个 v3 的 long 呢转换成 double 型别，那就跟你的这个写法其实是一样的哦，跟我们前面的这个写法是。这样子是一样的哦，一样的哦。那你这里大写跟小写都可以啊，小写的话变成 C sharp 关键字哦。那 C sharp 关键字呢，它会对应到这个打内的这个 double 类别哦。所以大写跟小写其实都指的是同一个地方，都指这个 double。这两个就一样的哦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实例107就讲完啦。那接下来我看一下哦。108，我们把108做完再休息好了。将位元组阵列转为字串哦。那这个 bit convert 这个类别呢，这是档案里面有个类别哦，叫 bit convert 类别，是有特定用途的类型转换辅助类别哦，辅助类别哦。主要呢完成了基础类型与位元组阵列之间的转换操作。其中 toString 方法呢，可以将一个位元组阵列转换为单一字串的实例哦。阵列中的每位元组均输出2位元的16进位数。位元组与位元组之间呢，用这个减号连接哦。那这个类别我没有用过耶，我们就来建立看看吧。一样，新增一个专案哦。右键加入新增专案，那它宣告了一个位元组阵列，它这个位元组就是 byte 阵列了，byte 阵列。它叫 buffer，等于呢？里面就是初始的话，那个值有三呢，32592，再来761，再来18，再来53，接下来是135。然后呢，它呼叫这个 bit cover 的 toString 类表，它会把这个位元组阵列呢，转换成字串了。所以说，这个二进位表示的那个用 byte 表示这个三哦，它应该转换成二进位，更正。二位元的16进位数的话，应该二的话，三的话应该转换成03吧？我看一下，应该是03啊。那我们就先把程式继续写完了。String str 呢等于。我们呼叫这个 bit convert to string 哦，把我们的这个 buffer 阵列呢转换成这个字串啊，buffer 少一个 f，OK，然后我们只要把它印出来看看就知道结果是什么了，Control 5，执行一下。03哦，03就是3嘛，因为他说转换成16进位数嘛，所以说16超过16才要进位，没有它就不会进位哦，那所以3就是03了，
那12呢？12的话，16进位的12呢，它表示是用 C 来表示哦，就是你超过9之后嘛，9之后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但是你16才要进位嘛，所以9到下一位的时候不会进位，所以变成英文来表示哦，变成 A、B、C、D 哦，A、B、C、D 这样凑到16个，16个才会进换位哦，进到下一位哦。所以说12就是对应到 C 哦，那05就是5嘛，然后 5C 就是92。所以5C 的话，前面写五嘛，所以说16乘以5等于多少？五一得五，六五三十，80嘛。那 C 是不是12？对啊，C 就12，所以加起来就是92嘛。那这是16进位。所以说 B convert 的这个类型哦，看一下。它会转成一个字串啊，不确定这个字串会用在什么地方啊，可能我学术这个见识不够广。反正呢，它这种方式呢，它可以把它转换成这个16进位表示哦，然后呢，它中间每一个值中间是用这个减号来相连的，减号来相连的。那我们这题又讲完啦，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哦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再会。拜拜。